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正宗县。那我第一首听的福建歌呢，是来自巫启贤的这一首《九姑娘》。听了这首歌之后呢，我立刻对福建歌有了改观。那我为了这一次的比赛呢，其实我也辞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因为工可以再找，但是机会不能再重来。